南胖购物中心在后下晡举办母亲节冬季记者会，活动一开始先由于谦肚皮舞团再来热情的舞蹈表演，舞者随着音乐展现自身的舞步，并将这次母亲节冬季优惠陆续公开。好康有指定专柜买6000送700，大家电买1000送1000，会员独享礼、联名卡满额回馈，种种的好康买来相送。首期就是一个6000送900，还有200点的一个回馈，等于是差不多6000送1000，这是完全是在母亲节档期来讲，完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了。那但不止这些了，我们还要配合其他的一些点数啦，还有一些后续的活动。那我相信这次母亲节一定会让各位妈咪过得非常精彩。购物中心信心满满，看好一波母亲节冬季，目标锁定7亿5000万的业绩。业绩呢的目标是7亿5000万。这样子的目标，算是蛮挑战的，但是我们很感恩这个台南的消费者，还有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的顾客，那所以我们端出很大的优惠，那这样优惠我们当然也有信心，顾客跟妈咪们都会在这边买得很开心。另外，自14号起到27号期间，会员伫专柜除了有满3000送200商品抵用券的好康，更有联名卡回馈。民众不妨趁着这波母亲节冬季，替妈妈买礼物，摕好康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